需要请观察的，耶、yeah! ！经理，嗨，需要请观察，耶、yeah! hey, ！需要请观察，老李。嗨 ，Hello， 需要请观察，加油！需要请观察，一个轻松减压节目，预埋你。播室集集都咁精彩，千祈唔好错过啦！我哋嚟咗啦，超级直播室，耶、yeah! ！超级直播室，好爽啊！耶、yeah! ！收住收住，冇用噶。系早晨啊，大家欢迎嚟到 Cheer Up 嘅最后一集啊！系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我咧就系勇仔，咁隔篱嗰位咧就系香港青少年服务处情绪教室嘅社工嘉芬，系啦 ，Hello， 今日咧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带咗两位朋友仔上嚟，都同我哋一齐倾下偈 ，Cheer Up 下，咁咧就系北区小节同埋大埔小树啦。Hello， 大家好啊 ！Hello。除此之外咧，其實今日咧仲有三位嘉賓喺度會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我哋有請佢入嚟先，等佢坐定定先啊。Hello， 歡迎曬，係啦。咁啊，等我逐個介紹下先，由我嘅右手邊開始介紹。咁咧，右邊嗰兩位咧就係都係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嘅情緒教室嘅社工，咁就係阿子欣同埋阿欣樂，係啦，歡迎曬你哋。咁而我身後邊嗰位咧就係、是、心理衛生會嘅社工，咁就阿俊，係啦，都歡迎曬，係啦。哇，咁快就最後一集啦，真係好唔捨得大家。不過咧，今日都有好精彩內容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話說一年又過去，又開始開學啦，唔知道大家嘅心情係點樣呢？我知道阿子欣同埋欣樂，其實佢哋仲請咗兩位朋友仔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開學的經驗或者他們的情緒究竟是什麼，可不可以等子欣和欣樂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馬騮仔啊，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 Cheer Up 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聊天啊。 Hello， Hello， 我是豬仔啊，今天呢來到這裡很多人啊，但很開心啊。 Hello， 好，歡迎你們啊。啊！你哋都就快開學咯喎，你哋近排嘅心情係點樣啊？我好開心，好期待啊！我最中意就係試新嘅嘢噶啦，去到新嘅學校，有新嘅課本、新嘅用品、新嘅同學仔，哎呀，諗起我就好興奮啊！哎呀哎呀，但係咧，我仲有啲擔心同埋緊張啊，因為疫情咧，好耐都冇翻學。對於啲同學仔同埋學校嘅環境都有啲陌生啊，所以我有啲怕醜咯。哦，睇嚟開學真係同每個人去適應嘅程度都有啲唔同喎、哦。但係而家咧，阿豬仔同埋馬騮仔咧，佢哋即將咧就有一個故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有請佢哋去分享俾我哋聽啦。咁啊，關於一個叫故事嘅名字就叫做《小壓力的大學校》。大家记住啦，在个故事里面咧，仲有啲问题咧会问大家噶，大家要专心留心听啦。好啦，等我同大家分享今日呢个故事先。佢就系小压力的大学校。啊，小压力咧今日准备要翻学啦，佢个心情好兴奋，但系又有少少担心。今天是星期日的早上，小壓力呢一起身之後看到媽媽已經幫她準備了很多早餐了，但是她不是很想吃、啊、因為她只是想著新的學校，還有學校裡面有很多大哥哥和大姐姐。小壓力希望一直都黏著媽媽不想上學、啊、這個時候小壓力的媽媽就跟小壓力說，
你就好似一隻唔想離開鳥巢嘅雀仔啊！於是小阿力咧就去到後花園嗰度咧，同啲雀仔咧傾心事喎。佢話俾啲雀仔聽，佢就快要開學啦。小阿力同啲雀仔講，佢好擔心喺學校會蕩失路啦，又要認識新嘅朋友啦，又要寫手冊，又要執書包，真係好多嘢做。仲有啊！佢要自己去洗手間添啊！小阿力仲同雀仔講：媽媽買咗對新嘅鞋俾佢，但係嗰對鞋咧要綁鞋帶，真係好多嘢都好困難，唔知點算啊！小阿力真係好想好似一隻雀仔咁樣，永遠都唔使翻學，唔使咁擔心啊 ！Hello， 又係我大埔小樹，想問下大家啦。大家咧聽到呢度嘅時候咧，你哋覺得小阿力會有啲乜嘢嘅心情噶？小智，你知唔知道啊？我見到好多選擇啊，不過我淨係知快樂同開心係咩喎，因為我平時都係咁快樂同開心嘅。不過其他就啊，馬騮仔同豬仔，可唔可以幫我解釋下，其餘嗰三個選項究竟係咩嚟噶？好啊，等我解釋一下啦。A 咧害怕咧就係原來我哋好擔心一啲事情，可能有時都會驚到盡曬噶。咁呢個咧就係害怕嘅心情啦。至於 B 咧，等我答一下啦。我覺得咧憤怒嘅時候咧就係會嬲到個心卜卜卜卜咁樣跳，可能塊面都紅曬，好想揼地添噶。如果咧家庭觀眾你哋知道個答案咧，可以喺留言區嗰度寫低你個答案噶。啊，原來最後答案係 A 同埋 D 啊，就係咧小阿力咧翻學嘅時候咧有啲擔心喎，同埋有啲憂慮。不如我哋繼續聽下小阿力嘅故事會發生啲乜嘢啦。好啊，等我繼續講落去啦。小阿力有一日抬头望上天空，发现咧有好多雀仔喺天上面飞嚟飞去。小阿力咧突然间见到地上面咧有一只雀仔，佢系一只好细好细嘅麻雀嚟噶。其他雀仔咧喺度啄佢，想赶走佢啊！小麻雀咧唔系好识飞啊，佢又唔系好识点样照顾自己。於是咧，小阿力咧就叫媽媽快啲出嚟啦。佢就話咧，呢一隻係佢見過最細、最污糟、最瘦弱嘅雀仔啊。於是媽媽就過嚟幫手趕走曬其他啄緊佢嘅雀仔。於是咧，佢就將小麻雀帶咗入屋裏邊啦。入到屋裏邊咧，小阿力覺得廚房咧就最暖和噶啦。於是咧，佢就將小麻雀帶咗入廚房。仲用一個鞋盒裝起小麻雀，在鞋盒上面咧，仲鋪咗啲棉花啦。哇！佢捧住小麻雀咧，感受到小麻雀個心卜卜卜卜咁樣跳。然後小阿力仲攞咗啲麵包同埋水俾小麻雀，但係佢發現原來小麻雀一啲都唔肚餓啊。於是小阿力就坐低同小麻雀開始傾偈啦。话咁快就过咗成日啦，小麻雀全日都留喺嗰个盒里边，而小阿力同小麻雀全日都眼仔碌碌咁样望住大家啊！小阿力嘅妈妈喺同一日咧，原来好辛劳咁样咧，帮小阿力咧准备开学嘅嘢啊！妈妈咧又帮佢咧洗咗一啲新嘅校服啦，又帮佢准备咗一个新嘅书包，又帮佢准备咗一啲新嘅笔盒，哇！真系准备咗好多嘢啊！仲有啊！原來媽媽好醒目啊，將咧小阿力嘅物品咧都寫曬名添啊！最後咧，小阿力嘅媽媽咧仲將幫咧小阿力咧買咗對新嘅鞋。到咗夜晚，小阿力準備要瞓覺啦，但係佢呢一晚咧發咗個好驚嘅夢啊！佢發現咧自己咧係一隻唔識得飛嘅雀仔啊，仲俾其他嘅雀仔欺負添。呢個時候，小阿力喊醒咗，媽媽咧就咯咯咯入房咧就安慰小阿力，等佢冇咁驚，等佢舒服翻好多啦。到咗第二日，
小阿力一直都好担心翻学嘅事情，所以未天光佢就已经起咗身啦。一起咗身之后，小阿力咧就即刻行咗入厨房。佢见到小麻雀咧喺个鞋盒嗰度咧自己跳咗出嚟，好稳阵咁样企咗喺地板嘅中间啊！妈妈就话啦：，小麻雀一定系觉得好咗好多啦。我谂我哋系时候都要俾佢飞走噶啦。小麻雀就同小阿力一样，佢系时候都要飞去呢个广大嘅世界，慢慢咁样去长大啦。于是小阿力好温柔咁样抱起小麻雀，打开个窗，细细声同佢讲：小麻雀，你都系时候要飞走噶啦，要好似我咁学识好好照顾自己。小麻雀昂高头望住小阿力，好似真系听得明小阿力讲嘢咁样啊！佢一转身就飞咗上窗台，飞向咗天空嗰度去啦。于是小阿力放走咗麻雀之后，都要准备翻学啦。小阿力咧孭住个书包，准备踏入学校门口啦。小阿力咧一翻到学校嘅门口咧，第一时间就见到佢个班主任梅老师啦。梅老师咧好好人噶。他帶著小阿力去參觀這間學校不同的環境，他告訴小阿力，你的外套可以掛在這裡，這個就是你的課室，這裡就是洗手間，這裡就是畫畫的課室。哇，原來小學都有這麼多的課室的。還有啊，小阿力的老師還告訴小阿力，這裡就是圖書閣，你可以看書的。咦，小阿力看到有一本很大的图书，是讲关于雀仔的，他就拿了来看了。当他看下看下的时候，咦，有个男仔坐了在他隔离，于是他就认识了第一个新的朋友了。几日之后，小阿力就带着他的朋友一起去家里玩。他家里附近有个公园，他们一起踢球又一起跑跑跳跳，真的很开心啊。又到我小树考下大家啦！大家咧听到呢度嘅时候，小阿力翻学识到好多朋友啊，同埋咧佢都适应咗新环境咯。唔知道你哋又觉得佢而家嘅心情系点样噶？如果你哋知道答案嘅话，都可以喺留言区嗰度写低你嘅答案。小哲，小哲，今次你知唔知道个答案系乜嘢啊？我谂我知啊，小树今次我估应该系 C。我啱啱聽到小阿力嘅經歷嘅時候，佢拉咩嘅感受，我覺得佢係好快樂、好開心嘅。哦，原來係咁，不如我哋問埋馬騮仔同豬仔啊！你哋知唔知道個答案係乜嘢啊？阿知，我都覺得係開心。係啊，我都覺得係笑。好啦，不如我哋一齊嚟睇下個答案啦。哇，你哋都好犀利啊，都答啱咗啊！哇，你哋啲家同观众都答啱晒啊，好犀利啊！不如我哋继续睇埋小阿力嘅结局系点样啦？好啊，跟住咧，小阿力咧就同呢个小朋友咧一齐去咗公园嗰度野餐啊！好神奇啊！突然之间咧，佢哋见到有一只小麻雀啊，系咧同小阿力之前喺屋企养嗰只小麻雀咧。好似噶，几乎一模一样啊！虽然小阿力唔系太确定，因为咧呢只小麻雀咧大少少啦，又开心少少啦，又多啲朋友，但系其实佢都真系觉得好似噶。相信咧，小阿力咧同呢个小麻雀一样，嚟紧喺学校咧都会好开心，慢慢慢慢咁样去成长。今日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好啊，多谢马骝仔同埋猪仔嘅分享啊！啊，真系个好精彩嘅故事啊！好好听啊！哎呀，拉尾嘅结局都令我感到好温暖啊，同埋都好开心。哎呀，不如问翻阿猪仔同马骝仔啊，你哋都差唔多准备开学咯喎！你哋而家阿爸阿妈有冇同你哋一齐预备准备咩开学嘅嘢噶？我有啊，其实咧，我咧同小阿力都好似噶。我爸爸妈妈知道我好兴奋、好开心，所以一早已经帮我预备好晒开学要用嘅物品啦。仲有啊，佢话因为而家系疫情期间，所以仲帮我预备咗好多私人嘅防疫用品添啊，例如口罩啦，同
和酒精搓手液，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期待啊。真的准备得很充足喎、啊。不过、啊、有人准备得很充足，但有时见到啊开学很多嘢都未知，很多嘢对于自己来讲都很新鲜、啊，难免都可能有啲紧张嘅。咁当我哋如果遇到啲紧张或者焦虑嘅时候，咁我哋可以点样点算啊？平时咧，如果我好紧张嘅时候咧，因为我好中意食嘢嘅，所以咧妈妈咧都会奖我食一啲甜嘅嘢，可能会俾粒朱古力我食啦，咁就等我冇咁紧张。仲有啊，我咧唔开心嘅时候咧，都会同爸爸妈妈讲，咁佢哋就会安慰翻我噶啦。最后呢就是呢之前老师都教了我呢，原来我很紧张的时候可以深呼吸的、哦、所以呢我都有很多方法的。哇，真的很多方法、哦、而各个方法真的可以帮到你去调节自己开学的情绪，实在太好了。是啊，原来呢听了他们都有小朋友自己分享的一些方法，我们呢今天都邀请到一位家长呢，他是阿俊。 Hello 阿俊，你好啊。 Hello。 是啊，听说呢，终于到我了。是啊，听说呢他是三个小孩的爸爸来的，不知道爸爸俊爸爸你的小朋友呢在开学之前有什么的心情的？好啊，回忆一下先，我有三个小朋友，咁三個都有唔同嘅喎、哦，咁最大嗰個啦，咁第一個上去，其實我哋自己就好緊張嘅，不過佢咧就反而咧好似冇乜所謂，好似呆豬豬咁樣嘅，咁其實佢又對新學校啊、新學期嘅嘢咧冇乜特別嘅開心，又冇乜特別嘅緊張，咁就好平靜咁樣度過咗啦。到我第二個女嘅時候咧，佢咧就真係非常之開心喎，佢對於新學期咧好開心，佢覺得自己做咗大姐姐啦。又是可以跟哥哥一起上學啦，所以他表現得就期待很多，很高興咁樣嘅，乜都會自己做曬啦。咁到最小嗰個仔嘅時候咧，咁我哋又諗住啊，家姐咁好，他應該都好像家姐一樣啦，有哥哥家姐陪他上學，梗係一定係又好開心啦。啊，點不知又唔係喎，佢咧就好多擔心啦，又唔係好想翻啦。咁冇乜動力啦，好多嘢都唔肯試啦。咁我哋就其實三個小朋友都真係完全唔同啊。係啊，都聽得到咧，三個小朋友都有唔同嘅心情，有啲就好開心、好期待，但係咧有啲都會擔心噶。咁樣咧，作為家長咧，你面對小朋友有唔同嘅心情嘅時候，你點樣去回應佢哋嘅情緒㗎？咁回應情緒第一樣嘢咧，就首先要同自己講咗先。咁又叫自己咧都要平復一下自己情緒喎、哦，咁、慢慢係啦。因為有陣時咧，我確實咧，我都第一個反應咧，其實自己就係、是、嚇、啊、家姐咁好嘅榜樣，唉，你梗係要學啦。家佢哋兩個都搞掂，你點會搞唔掂啊？咁啊，用咗我自己嘅大家長嘅角度望落去啦。咁我睇提自己，停停先，我哋聽一下小朋友佢講啲咩啊？或者他的擔心的來源是什麼、盡量呢就提自己不要用家長的角度看事，用小朋友的角度去看理解這件事情的、有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巧妙，其實就沒有的，不過就多一些陪伴啦，多一些聽一下啦、叫自己不要那麼心急咯、哇，聽下去呢都很重要的，這些元素我們要陪伴小朋友去度過他們的好心情或者壞心情，還有陪伴他們去經歷開學的一些事情。還有阿俊做得很好，就是尊重他每個小朋友的不同的特性、然後呢給一些無條件的愛他們去關懷他們、真的很重要。除了這三個重點呢，原來呢我們都準備了四個小貼士給大家的，就是屏幕上面的眼耳心口啦，咁家長咧，你哋都可以嘗試下用啲眼耳心口四個小貼士咧，去回應翻你小朋友嘅啲情緒嘅喎。啱啱都聽到好多經驗同分享啊，真係學咗好多啊，亦都學到哦，原來父母嘅時候可能啲放下少少期待啦，聽多啲子女嘅説話啦，可能真係對整件事開學的處理、情緒方面都做得會好好多啊！係啊，係啊，聽完咁多經驗之後，哎呀，咁究竟有冇咩方法可以幫到、小朋友開學時候一啲緊張或者焦慮嘅情緒呢？緊
梗係有啦，我小樹啊帶咗一個小手工嚟想同大家分享噶，佢叫冷靜瓶啊，不如我哋一齊過去做一個冷靜瓶，去俾小朋友咧學識下點樣去冷靜自己嘅情緒啦。嗯，好啊，好啊。啊，阿俊啊，唔知道這個冷靜瓶係做啲咩嘅咧？冷靜瓶，我一想就想到，不知道是不是給家長先的呢，即叫我冷靜一點，不要這麼快罵他呢。是的，我都經常想跟我媽說你不如冷靜一點。是的，不知道是不是呢，咦，他們好像差不多了。是的，大家好啊，是我小樹啊，我呢帶了一個小手工啊，它叫冷靜瓶喎，在我們桌上面呢已經有一些冷靜瓶的了，這個是做好的喎，給大家看看先。哇，好靚啊，真的好靚啊。是啊，這樣呢今天就會教大家呢做這個冷靜瓶喎，不如我們看看呢桌上面有什麼材料啊。馬騮仔，你可唔可以講下台上邊有啲乜嘢嘅材料啊？嗯，我見到有一個水樽啦。係啊，有一個水樽喎。咁呢個水樽咧已經裝咗大約八成嘅水噶啦。如果你屋企咧有啲水樽飲完水冇用嘅話咧，其實可以循環再用噶。仲有啲乜嘢啊？我知道我知道，仲有一個漏斗啊。係啊，仲有一個漏斗喎。仲有咧？我看到有很多閃靈靈這些裝飾品啊。是啊，有不同顏色的閃粉啊，還有一些呢裝飾品的啊。還有這些，是啦，如果小朋友呢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去揀一些你喜歡的飾物放下去的。那這個冷靜瓶不如我們一起邀請馬騮仔和豬仔一起做啦，好不好啊？好啊。好啊，而家咧，我想咧需要拧开呢个水樽先喎，不如我哋一齐拧开佢先。好。系啦，咁咧唔该，猪仔你帮我扶住个水樽啦。然后马骝仔你帮我咧将呢个漏斗摆落去个水樽里边，屋企嘅小朋友同家长你哋都可以一齐合作去做噶。跟住咧，我想问马骝仔你中意咩颜色嘅闪粉啊？我喜歡彩色啊，哎呦，彩色啊，哎呦，不緊要的，是啊，彩色啊，那不如是藍色好啦，我們撥一些藍色下去。哇，還有什麼顏色啊？多一點，我要紅色好，不如我們又撥一些紅色下去啦。紅色，哇，好啦，我們俾你揀一啲其他嘅裝飾品，你想要啲乜嘢啊？全部都要、原來小朋友都係好貪心噶，中意好多靚嘅嘢，我都係嘅。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靚嘅嘢咧？好啦，不如我哋就加一啲好靚嘅心形落去，就俾咗好多愛心咁樣擺落去喎。仲有一啲星星、閃星星啊！仲有一啲咧好靚嘅閃片喎。還有啊，你哋屋企都有嘅，就係咧呢啲豬仔啊，一粒粒嘅，我哋都擺埋佢落去先。哇！呢個冷靜瓶咧就做完啦。好啦，不如我哋扭翻個蓋，睇一下佢有冇啲神奇嘅效果出嚟先。我邀請咧馬騮仔咧幫我哋 shake 下佢，好似 shake shake 薯條咁嘢。等我嚟啦 ！shake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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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然後我哋擺喺張台中間，一齊望下佢啊！哇！我哋一齊望嘅時候咧，我哋試下留意下咧邊一啲閃粉已經停止咗嘅話咧，你就舉手。見到。馬騮仔，你見到哪一些閃粉是停了的最快？好像藍色那些快一點。是不是？那豬仔你呢？
我看到紅色和藍色都停了。是啊，那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呢，在觀察這個冷靜屏的時候呢，自己的心情是怎樣的？我覺得呢，我真的難得地可以這麼專心。哎呀，專心了，好放鬆啊，放鬆了啊。我呢就看到呢，原本呢啲閃分喺度旋轉旋轉咁樣轉噶，但好神奇啊！原來呢，當我呢平靜落嚟嘅時候呢，原來啲閃分同埋啲裝飾呢係會浮咗或者沉咗，而好似呢我嘅心情一樣呢，都可以平靜咗同埋舒服咗咁啊！係呀，呢個就係冷靜屏嘅魔法作用啦！哇！係呀，大家都可以試下噶。Hello， 小智。Hello。這個咩嚟嘅話？冷靜屏啊，就係、是。係啊，呢、這個就係冷靜屏啊。佢哋都真係幾好玩咁喎，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冷靜喎。係啊。除咗呢個方法之外，有冇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幫到我哋去處理一啲負面嘅或者緊張嘅情緒啊？啊，我知點解你咁問啦，你一定係知道我哋唔可以帶呢個水樽翻學校啊。係啊，我哋咧平時翻學應該好難帶咁大支水樽翻學校去。幫我哋做冷靜屏噶啦，唔使擔心噶，我小樹咧都帶咗第二個方法嚟噶，不如我哋一齊邀請埋俊爸爸一齊嚟做啦，好唔好啊？ Yeah. 我哋家長同埋小朋友咧喺屋企都可以一齊做噶喎，我哋咧先企起身先，然後咧我哋要先練習深呼吸噶，深呼吸咧就係用個鼻吸氣，然後用個嘴慢慢呼出一啲。氣出嚟，呼！我哋再吸多一次啲新鮮空氣，吸氣，呼氣。做完深呼吸咧，而家咧我哋要拍拍心口啊！拍拍拍心口，搓搓搓手，搓完雙手交叉手。爸爸可唔可以幫我示範埋啊？我隻手有啲不如我哋嚟多一次好唔好啊？好啊！拍拍心口，搓搓手，搓完雙手交叉手。可以嘅話咧，小朋友可以同自己講，唔使擔心，唔使驚噶，係啊。咁咧，我哋個小手工同埋呢個。自我安慰的方法就介紹到呢度啦。好多謝啱啱阿豬仔、馬騮仔啊，同埋大埔小樹，仲有阿俊幫我哋同埋我去示範下嗰個動作究竟點樣做嘅。好多謝你哋。除咗啱啱講咧嘅其中有兩個一啲嘅方法之外，幫我哋減壓咧，咁除咗之外，仲有啲社區資源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同埋都用到嘅喎。咁不如就等我去介紹一下啦。咁首先咧。第一個咁就會係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咧，其實佢有一個競技蝶杯嘅活動，咁佢分咗兩期嘅，就係、是、可以喺有兩期啦。第一期就係10月6日開始就進行嘅，咁第二期嘅話咧就會喺12月1日進行，係啦。咁啊，好，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歡迎打翻電話過去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度報名啦。另外咧，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咧，仲有第二個計劃嘅喎，咁咧就係情緒教室計劃啦。哇，佢哋好好噶，佢哋準備咗總共兩個系列，總共8條影片去幫助啲小朋友咧管理情緒嘅能力，咁啊令到兒童咧。小朋友可以在開學啊嘅時候啦，如果有啲壓力嘅情況咧，可以得到一啲解決或者一啲舒壓嘅一啲方法。咁除咗啱啱嘅香港青少年服務處之外咧，咁仲有咧就係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咁咧佢哋有，首先我哋好多嘅佢我哋介紹一下先啦。咁啊第一個咧就係親子遊戲治療，咁係一啲家庭嘅訓練小組啦。咁其實佢就會分咗三個唔同嘅小組啦。咁個開始日期咧，咁就分別係9月28日啦、10月26日同埋11月23日嘅。另外隔離嗰個白色少少啲咧，咁就係另一個活動啦，就係同步共情親子心連心嘅安全圈養育課程小組啦。
咁啊，大家都知道可能小朋友咧成長嘅時候咧都好需要安全感啊。咁呢個小組咧其實幫助就會教到大家尤其是父母啦，咁啊關於點樣喺小朋友養成長嘅時候可以俾到佢哋更加多安全感啦，甚至係幫助家長去反思同掌握親子新年心嘅一啲技巧或者竅門嘅。咁佢都係分咗兩個小組去做啦，咁啊分別個進行嘅開始嘅時間咧都係9月29號同10月27號嘅。咁最後啦，咁就去到尾二嗰個啦。尾二嗰個就開愛德華家長小組。咁咧佢咧就係講關於讓家長認識佢24個品格嘅強項啦，加強啲小朋友管理情緒嘅能力。咁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去實踐一啲管理情緒嘅方法啦。咁佢咧都係分咗兩佢而家佢總共咧有8節嘅，逢星期四咁啊，由11月4號開始。咁隔離嗰個咧就係同心出發兒童，都係講一啲關於兒童發展嘅事嘅啊。咁咧佢就利用個內容利用翻一啲美國嘅哈佛大學發展兒童中心嘅一啲部分嘅研究報告啦，去講解翻一啲重要嘅課題啦，或者討論重要嘅一啲資訊啦。咁講關於影響兒童成長發展嘅一啲重點嘅。咁咧佢咧嘅開始時間咧就係9月17號星期五。咁我講到啲攰，我哋 check 下先。係啦，咁下一個咧，咁就會係同心出發，愛的方程式。咁佢咧就係講翻用情感依附呢個理論去討論兒童成長階段嘅一啲人格發展啊，同人際互動之間嘅了解啊，去探討培育子女嘅一啲安全感嘅。咁佢開始嘅時間咧，咁就會係9月24號。咁隔離嗰個咧就係親子嬰兒嘅按摩班，咁佢個小組入邊咧，咁就會透過按摩咧，因為按摩其實係一個好幫助到親子互動嘅一個方式啦。咁喺過程裏邊，其實父母都可以提升照顧嬰兒嘅一啲能力感啊。咁所以咧喺個 B B 被按摩嘅時候咧，佢又可以達到鬆弛嘅感覺，鬆弛嘅狀態啦。咁所以總括嚟講咧，都可以增進翻親子嘅關係喎。咁呢個活動咧，咁就由10月8號開始，咁啊逢星期五，總共有4節嘅，係啦。最後咧，咁就會有個親親小寶寶嘅 Play Group 啦。咁佢咧就會係又透過啲多元遊戲啦、暢遊啦、創作創意藝術啦，咁同埋啲體能性嘅運動，仲有講故事嘅形式咧，去訓練小朋友嘅一啲肌肉同埋提升專注力同埋社交發展嘅。咁呢個活動咧就係9月9號開始嘅。好啊，講咗咁多關於社區資源嘅嘢啦。好啦，咁而家咧就嚟到我哋每一集嘅 Q&A 時間啦。係啦，呢個問答咧，今次嘅問題就係：當如果小朋友遇到一啲緊張嘅情景嘅時候，咁有咩正面嘅方法可以處理咧？係啦。咁如果想答即刻有諗法或者知道個答案係咩話，就可以即刻 scan 個 QR code 或者撳個連結，答翻個答案俾我哋聽。嗱，我哋咧呢個問答咧係有獎嘅問答遊戲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會有一個杯套係或者作為一個獎品去送翻俾你哋噶。咁咧，好靚啊！係啊，係啦。咁呢個獎品咧？只有50份，所以是先到先得噶。咁所以大家知道答案嘅就快啲答翻啦。好，咁咧，好啦，去到最後啦。由今日咧就係最後一集啦。咁總共之前咧都做咗11集。咁我哋由探討去小朋友啦，到去長者啦，亦都由講男性同女性，甚至婦女嘅一啲情況啦，同埋啲需要嘅。咁咧，我哋咧就準備咗一條回顧片，係啦，等大家重温翻過去12集，我哋究竟 cheer up 咗啲咩咧？係啦，好可以去片啦。我哋上身定制，跟住我哋。
我哋吸气。吸氣，之後咧係記性好咯，即刻背咗20個元素表嗰啲咁好啊！咁我就啱啦，係啊！我哋個二位咧，唔怕啦，嗱，我在啦，我係做34至35秒。哇！幾大隻啊！我標咗佢，上一次個係28寸二位嘅，而家係30寸啦。咁我覺得好開心，同埋一路我仲要運動，同埋好精神，因為我哋做嘢。哎呀，好彩佢跌咗原发嘅声音。如果再唔起咁，嗱，真系剩翻10分鐘、5分鐘，佢要上咯，咁点啊？嗱，你同佢讲，你再唔起身，我就锡到你起身为止。快啲，咁我即刻起身啦，嗱，咁大起身咯。好大压力噶，有冇老婆边差过？圣诞有一个人，你谂圣诞礼物喎？有好惊啊！又娃娃彩，你净系食娃娃彩啊？哇！你都悭皮喎，老细。首先系我拣咗要开心嗰日先，拣咗啦，搵啲嘢开心咯。你同我哋专员好 friend， 阿专员第一搭上嚟讲同一样，系咩？讲埋啊！嗱，咁样啦，我去做专员啊。大家一齐有听过平亚尔焦海默氏症啦，又或者中风嘅一啲，应该再讲唔翻嗰个名字，可唔可以讲？亚尔焦海默氏症，或者你可以叫做系，都系好好嘅，系咁啊，好易中嘅啫，最紧要就唔好缺水，好似荷包咁，唔好缺水。系啊系啊，好似花花咁呢个动作啦，咁呢个动作咧有咩好处咧？舒缓个情绪啦，吓咁同埋咧心脏病啊，都會有幫助喎，因為情緒都影響到個心。就咧一下子就咁樣掉低咗啦，咁但原來放低都有過程嘅，我哋俾自己慢慢試下，慢慢放低，好似放低尊嚴咁樣啊，慢慢放低係啦。雖然都係面對緊好多壓力，但係其實我哋都需要揾到我哋嘅方向啦，有自己嘅空間咧，其實都係好緊要咯，我哋都可以有一番嘅成就咯。俾大家幾句説話就係、是，即係家徒四壁。鹹魚白菜永遠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多謝你啊！自己適合減壓方法，喺呢度我都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咁生活，大家加油！
睇完個回顧片咧，哇！過去嗰十二集嘅內容真係好精彩啊！去到呢個位啊，除咗好多謝啊，我哋呢一班啱啱頭先嘅出席嘉賓啦，同埋一啲背後嘅製作團隊之外咧，咁都要更加多謝一路由十二集陪伴住我嘅我哋嘅你哋啦，你哋觀眾係啦。我希望喺我哋製作啲cheer up 嘅內容嘅時候，都可以令到你哋生活可以有 cheer up 嘅感覺啦。咁啊，今次就最後一集啦，所以我哋有緣再見，係啦，我哋可以就我哋可以數三聲啦，我哋就同大家去 say 個最後嘅再見啦，好，三二一，拜拜。